虽然我学了佛法啊，学了显教，学了密教，拜了很多的师父，学密教，但是我没有忘掉这个刚刚开始启蒙我的瑶池金母。我这个人呢，不忘根本，不忘根本。有很多这个佛教的大德跟我讲，他说：“卢生燕，你既然学了佛，那你就跟着佛就好了。”那药师金母是属于道的，属于道的，你为什么还要这个跟着药师金母呢？我说我的人不忘根本。因为毕竟是瑶池金母启蒙我，可以讲我是慈惠堂。当初的时候啊，我又拿了慈惠堂的道士的这个证书啊，证件啊，证件，我有他的那个道士，也就是我做过道士，做过道长，做过道士，做过道长。那瑶池金母给我奇门，那我总不能忘了根本了。另外，耶稣基督啊，我信过基督教，我也不能忘了根本了。我们这里还有供奉的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在哪里？对呀，我们祖庙有耶稣基督那个表示说我不忘根本了。我们祖庙还有耶稣的像，耶稣也在这里呀，瑶池金母也在这里呀。我并不是说我信了密教以后啊，我就把瑶池金母给忘了，把耶稣给忘了，然后也把这个显教的这个经典给忘了。并不是的，因为我的根本就是这样子，你开启我的，我通通一样的尊敬。然后我这个人不会违背自己的师父我从来不违背自己的师父。一点可以这样子讲的，这个心呐，我的这个心呐，有个根本，这一点非常的重要。你这个好像是说，在宗教界最重要的、最重要的，不能够这个毁谤自己的师父。第一点，绝不毁谤自己的师父，绝不毁谤自己的根本。